请发表一下现在你此刻的心情。此刻心情啊，我开心哦。还有嘞？等到我要去韩国。还有嘞？我有点怕。怕什么？因为我怕太冷。我的 jacket 不够厚。OK， 不要紧。万事你我的正经。还有嘞？嗯。为什么我的 luggage 却比你重四公斤是有理由的？因为你重fashion show的衣服去。我不要这样讲哎。还有嘞？不懂，我也不懂，应该用什么？会是谁打来的呢？讲讲讲。老板，说我确定了没有？因为你知道。哈哈哈哈哈哈。对，卡。